来，咱们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哈，给主播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好不好？主播现在是在做公益哈，然后希望朋友们能够给主播点点关注和支持，点点。傻子，有人听到吗？你们刚刚听到了呀？你们，那你们，我的麦收音效果那么好，那个婆婆骂人，你们都听到了？亲切，但是被骂的人很难受哎，被骂的人很难受。啊，这油是不是太少了，朋友们？要叫你加点油啊！我还是给我加点油，加点油，油太少了，太大一坨了，这个油半天不换。这是黄油，黄油专门总统拉下来吃而已。来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哈，咱们上午好。他不要钱，他袋子15块。隔壁爆，我们隔壁也是卖爆米花的，他们15块钱一袋。隔壁也是卖爆米花，15块钱一袋，就在我们旁边，隔了差不多5米的样子，隔了我们5米远。他是那种老式的爆米花，那种滚筒的，你有没有？就是我们小时候很小很小吃过那种滚筒式爆米花。阿姨，你只需要袋子不行哦。你看，好真的，你们每个人都找个理由，你们每个人都找理由这么说，我怎么办嘛？你们每个人找理由，一个人说老年人说，哎，我老了，年龄不好，年龄大，脚不好，对嘛？你们每个人都这么说，我怎么办嘛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这啥声音呢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哈，来，咱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给主播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好不好？线下我们是在做公益哈，你们帮我看一看后面有没有插队的啊？帮我看看后面有没有插队的。啊，有。二哥啥时候回来呀？我弟弟啥时候回来呀？大哥，帮我看一下改子。看一下，他还不回来，我口干死了，我口渴死了。真的是个弟弟啊！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哈，来，咱们这个朋友们帮主播把关注点一点好不好？其实累不累？就是口渴，我想喝水。真的搂得很呢。啊，我那个不省心的弟弟，朋友们，你们都知道，刚刚是我弟弟在吵，我本来是心疼他，然后让他给我买水，人也不在，而且刚刚我大哥跟我两个人忙都忙不过来，还被一个婆婆骂了。那为什么会骂哈？刚刚有粉丝就知道，是而且哪两个字我都不能在直播，而且那两个字我都不能在直播间说出来，骂的挺难听的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线下做公益嘛，然后就是我们线下做公益就是没有要钱嘛，就没收钱呗，然后每个人就是让大家都尝尝味道噻，然后那个婆婆，你说咱们师傅噻，你来个一次两次就算了嘛，他来了3次4次了，然后我大哥就说不给他了呗，因为我看到那是我大哥发袋子他就认识嘛，他就不给他了，然后那个婆婆就发脾气了，然后他年龄，你不能说年龄，你看我后面哪个年轻的嘛，你看我后面哪有年轻的，然后就在那发脾气，然后他骂老年人骂的话，说实话，妈给我走上了，我听不懂，他骂的话我就听不懂，就是有紫菜料子来说，我不能在直播间说，但是你们可以想象哈，所以我就觉得怎么说有点无语，也有一点点怎么说呢，有一点点无语，但是也有一点点觉得搞笑，就是生气又带着无奈又带着搞笑。来，关笑后啊，口罩，口罩明天带嘛，今天口罩用完了，然后因为我们刚开始还没开锅的时候这边就有人在排队了，就来不及去买口罩了，明天带。散热。
不是，这个就跟地铁上给不给老人让座那个问题差不多，我感觉，对吧？你让很，你也很累，你上班一天了也很累。那旁边站个老年人让你让位子，你不让吧，就是你的错；你让了吧，就是你也很想休息一下，你一天工作辛苦了，就感觉就是你又不能说又不哎，反正，哎，这个该怎么说呢？大一点，我这喊我站好个点儿。不行，不行。该啥子就啥子，那这个那就站好噻。好了，不用谢。阿姨，你这现场嘛，你刚才比我猴子拍是对的嘛。来下一位。你反正在这里是站，在那里是站，你去排个队嘛。来下一个。下一个。不用谢。下一个。对啊。下一个嘛，下一位，下一个，没事，这波没有了，还有下一波，这波没有了，还有下一波，下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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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还有一圈子来嘛，阿姨得想。